贵宾，请跟我一起欢迎电影圈的新晋杰出导演王力宏先生。他的这个动作好像是他新学的搞笑的动作。那是什么？啊，这个是谁？这是跟一个演技派的演员学的。不会是陈冲吧？啊，同性了，同性是。他今天来是要来做那个陈汉典的靠山。陈汉典。因为我觉得他很聪明的一个人啊，就其他人要很辛苦的，有很多的作品啊，拍电影啊，做唱片啊，他靠一个字就好了。喂，对，一个过分，我觉得很过分。力宏，我不想要看到你变这样。太过分！你不堂堂一个大帅哥，你干嘛这样呢？而且所有的大导演只有他会这样吧？吴宇森跟李安都会这样。你干嘛教王力宏这个？不是，我觉得一个喜剧的演员就是肢体动作要。这椅子是你自己准备的吗？对啊，这个今天我坐这，我也是演员啊，这个恋爱。所以你要坐吗？那要不然你坐，我站着好了。等一下，可是我撤掉了。就是这样子，好像脑袋有点问题的感觉。对，这个是，这个胡子是今天啊，那汉典自己剪出来的吗？力宏帮你摘掉好了。没有，要摘掉吗？所以你是说这个胡子是说质感还是说长度的问题？就还是因为我看到他的装扮，我还是会有这个职业病，就开始。二三次。三秒交。所以这样会好一点吗？其实还不错嘛。原来是陈汉典。对，蛮清秀。王力宏在帮我们主持节目，是不是？王力宏，你真的多年不见 ，tempo 还是很怪。你去坐好，去坐。你不要随便开口，拜托。陈汉典也请坐吧。电影人都很爱坐的。我现在他精神错乱，是不是？我们约好，他身份。如果王导演答应让你坐，你就坐，好不好？我们问导演的意思吧。OK 了 ，OK。王导演，其实演员最大了，我觉得。可以坐吗？我很尊重演员的，所以要让他坐，听听他的意见。今天我的他说让你自己决定。对，你拍片那么辛苦，现在一定要好好坐一坐的啊。我觉得还是站着好了，因为我比较习惯站着，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气势。对，好，力宏最近当导演拍了一部电影呢，《恋爱通告》，然后匪夷所思的找了陈汉典在剧中出现，我们并不知道，到目前 S 跟我还没有看到电影，所以不晓得汉典在里面扮演的比重是多少。他出现的多吗？因为他一直跟我们炫耀他就是你的朋友了。对，就演我的哥们了。等于他是第二男主角。对，就是对男二了，男二。可是你就算找他演戏，你也不需要跟他变成朋友啊。现在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你说私下你们现在真的会联络？会联络。有传简讯吗？有传过。你跟他聊得来吗？蛮不错的。所以 S 我们真的很丢脸，因为我们跟汉典合作这么久，我们两个都没有传简讯给陈汉典。嗯。你会想传给他吗？不想让他去死吗？已经圣诞节了，你怎么还不想死？所以我不懂哎，王力宏传简讯给他，你跟他讲什么事？聊音乐吗？他不是音乐人哎。其实他的音乐细胞也不错了。是吗？在哪里？不错，真的。他在哪里找到那个细胞？在恋爱通告当中，其实每一个演员都是音乐细胞都不错，像刘亦菲。乔振宇啊，曾轶可啊，是，所以他里面不会还唱歌跳舞吧？有舞蹈，有舞蹈的，那很多乐器的演奏 ，OK， 中阮、吉他，他都很擅长。就是你当初看中他是从哪里看中？是因为他演？就当然是这个节目了 ，OK， 你看我们节目，然后只看到陈汉典，然后你女主角刘亦菲 ，What's going on？你在我们节目看到他，然后你请他演电影。对，因为是哪一集的哪一个点让你觉得很感动吗？是他会模仿的时候，对，而且其实他模仿人家是可以泄露，其实他是有底子的，真的他不是瞎模仿，他不是瞎模仿的，他真的可以模仿。黄立成真的比较差，对。黄立行了？不是，都不是。我现在不只是一个音乐人，我还是一个电影人，我是一个新的导演。周杰伦？不对，奥巴马。虽然汉典，我承认他模仿我模仿的不太像，可是呢，就是他有时候模仿，比如说他模仿 Super Junior， 然后他跳舞，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他跳得很好啊。他是哦，然后他饶舌的时候，他讲那个捷运站，怎么样？捷运站那个表演，我会觉得他的拍子蛮准，其实我会从一些奇怪，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角度来看他的表演，其实是
蛮有水准。所以你不怕他拖垮你的电影吗？怎么会呢？我可不可以告诉你他怎么联络到陈汉典的？其实他表现得非常非常对，怎么？你知道王力宏传简讯给我。请问你可以给我陈汉典的号码吗？对对对，那你可以给他阿 Ken 呢？我有，你知道我只半个经纪人，我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就是我只是为了提供陈汉典号码给王力宏而存在。那他有稍微跟你问候一句吗？比如说你好吗？没有，他就说请给我陈汉典。你就只是个传话筒。然后我把陈汉典号码传给他以后就没有回应，也没有说谢谢 ，good luck 什么都没有。没有啊，也没有说圣诞快乐都没有。哎呀。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是夏天。王力宏，你这样有礼貌吗？我们不是已经私交不错，很熟了，知音。哎，所以今天陈汉典要是在电影圈有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你也是那个造就这一切的人呢。是啊，我不敢鞠躬啊，绝对是。我们到时候都会被他淡忘。不可能，不可能，谨记在心。导演，我跟你讲，有一天他得了奖，他也不会提到你。绝对为什么他不会感谢任何人的、啊、他会觉得他人生这一切的功劳就是因为他努力得来的。真的吗？他有才华。你告别是那一天会谢谢我吗？哦，你已经死了不会说。你干嘛讲到人家告别式？根本没办法回啊。好，所以陈汉典当时接到了力宏的邀请，有受宠若惊吗？我那时候觉得很。还是有人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做了。哦，对，这个时候可能可以做，当然让你做就做吧。对对，你还真的做？有电子。看见你做了，你以后做，你做了之后就好好去电影界发展。主持界已经容不下你了，因为我们主持界的人都不怕累的。我们好好讲。你做真的。看见你可以做，可是你先把飞镖拿过来。你做的原因只是让 S 跟我比较好瞄准那个地方。这个很远吗？这个确定是真的哦，我不玩假的哦。要不要站近一点？来，请坐，请坐。请坐。这个是在玩什么吗？三、二，小心，小心，力宏，小心，力宏，小心，小心，小心。谢谢，谢谢。你有本事就变脸呐、啊！你有本事就变脸给我看。你行。再来，再来，太丑。哎，你在干嘛？你不懂，人家变脸没讲话，好烂的，好了，请坐，我们跟你开玩笑，哎，要认真回答，又鼻水了。所以王力宏导演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是打给你本人吗？是透过经纪人。OK， 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次约出来见面，就聊天这样子。然后你就真的相信他找你演电影？真的是受宠若惊，然后觉得哎、欸，真的假的？因为你知道上海电影节好像王力宏还愿意让陈汉典陪他一起走红地毯。是真的吗？所有主创啊，我们一起，真的吗？陈冲，很多人都一起，对，都一起。那红地毯上有人为你尖叫吗？哎、欸，很多粉丝啊，真的有，真的有在那边叫，是把你家人谢谢你们的节目啊。你导他的戏的时候，你会他很快，你会给他什么指导？他很快，陈冲老师很快，他们都是那种，像陈冲老师最快，你要他给你五种不一样的，你五种都可以用。其实汉典是什么呢？他是重复性的演员。重复性的人啊，每次演的都一样，是不是？你们现在跟他那么熟了嘛？对对。重复性有没有听过他讲一个笑话，讲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还在讲？对，他每次都是一样的、啊。对， 对， 对，他演戏也是这样，他会在那边一直在非常准讲台词啊。我是知音啊，就是知音，不是爱情啊，啊不是。然后我就会。等一下，我都背不了我的台词，因为一直不是因为我在片场一直在模仿他，就是他有一句台词让我抓到那个模仿他的精髓，因为有一句台词说。我们是知音，不是爱情。对，那力宏讲那一句很有 power， 然后我就知音不是爱情，有没有？很像力宏的声音嘛，对不对？我们是知音，不是爱情，太像了，真的，那很像。王力宏没有这样讲话啊，没有这样讲。我们是知音，不是爱情，是这样吗？哎、欸，他也被模仿蔡康永，他比较像。汉典其实跟汉典久了，其实他有几个特点啊。一个是那个眉毛一定往上，眼睛瞪大，然后稍微就是下巴出去。哎呦，有没有？他厚道，真的会，他会模仿。哎，他还模仿的比我像，你知道吗？对对对，我模仿他不像，他比我还像。喂，喂喂，都可以啊 ，OK 啊。你不要跟陈汉典做关系。你模仿陈汉典还蛮像，模仿他比他模仿我。真的，我压力很大，因为我有一些你要加油啊。有些你的粉丝到我这边来留言，然后呢？他说、欸：“真的模仿的不像。”他说：“汉典，你可不可以不要模仿力宏？因为我只有他一个偶像，不要把他毁掉。”对，你这句话。可是我承认他模仿很多人都模仿不像。对啊，我觉得只是说他模仿我。我们不是要好笑吗？没，还是有一句。
我说的是陈汉典。那丽宏啊，我们今天这样子分配工作好了哈，就是呢，我会认真的问王力宏导演关于他的新的电影《恋爱通告》的事情，然后我问完这个题目之后呢，陈汉典就会接着问一题，他想问的题目。然后如果陈汉典问的题就是很烂的话呢，徐熙娣就取得一次权利，他可以问任何他想要问的任何问题。哇哦，这是什么玩法？这样够公平吗？因为我们会先聊电影哦。因为陈汉典有一直跟我们放话说他跟你非常熟，所以你的专访他应该是没问。好，王力宏，我的第一个跟你电影有关的问题是，我以为是现代爱情故事，为什么我看到的海报上面是古装？哎，把我的王力宏还给我！伯牙跟子琪，伯牙他们是转世的吗？不是，在中文里面会有这个说法，其实真的是来自于音乐。对，就是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叫伯牙，他弹古琴，嗯，弹得很厉害。然后有一个好朋友子琪，就是光听琴，他就可以描绘出伯牙心里面在想什么，是脑子里面会有无数的画面，有很多的感觉。嗯，那我当初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故事。想把它发挥在电影里头。OK， 具体怎么发挥法，你就要看电影才知道。所以剧中的故事有一点跟这个伯牙和子琪这件事情有关系。对 ，OK， 所以他一直在知音。对啊，好，关键。那接下来汉典，我要听你的问题喽。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力宏，你这个很久没有来到康熙了嘛？你可不可以先甩掉那些老派的那种 open？ 你怎么会有这种很自然？我们节目有这种开场，我们节目有 open， 我们节目还做什么 open？ 哦，对不起，你看你要几个 open？OK OK 啊，天，我快一点。你这三个字有说出我的心声，干嘛？你在干嘛？哎，力宏啊，我们知道，谁知道啊？知道个屁啊！力宏，听说你今天有带这个，因为很久没看到两位，因为我知道，因为他你为什么不骂我？出来就问你，很准的，准。你今天是不是有带礼物要送给两位？有没有？有吧？有啊，有他有，这不是访问吗？这是制作人要问他，说你怎么知道？哎，要不要拿出来？要不要拿出来？真的是，我们真的很熟。好，在你放你好厉害，好厉害，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我要送你们问题了。你看多好，嗯，哎，很可爱耶。预购是家里的钥匙，钥匙，嗯，是你房间的钥匙。是这个是还没有打。还没有打的钥匙，所以说前一半你可以打，是不是？对，真的可以拿去打，可以用。OK， 因为我们这次的我的预购的赠品就是这个钥匙，因为配合很可爱。第一波主打歌叫做《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徐若瑄写的词吗？是，所以徐若瑄也有钥匙吗？也有钥匙。徐若瑄应该那把是真的吧？可以打开一下。还没有打，也都没打。徐若瑄，你应该有爱过她吧？完全是你帅哦，大家要坐吗？快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因为徐若瑄，以我对你的了解，她是你喜欢的类型，是吗？是。你这个多了解？要我讲出你以前喜欢的类型有哪些吗？像上次那个，有吗？他很会作词，很会作词。看起来问题很烂，对不对？非常烂，根本就不成立啊！他只是故意要装义气，你知道，让王力宏介绍他的。所以谢谢你提供给徐熙娣一个任性问问题的机会哦。好，徐熙娣，不愧是，加油！徐熙娣要问问题了，任性的问任何问题。陈哲姐，你有多久没有拥着一个女孩子入睡？好问题，你真的是杰出的主持人，这是不是很生活化？太棒了！说实在，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多长一段时间。我最近真的太忙了，我连自己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是，所以如果对方真的已经熟睡啦，你会就是把他推开，就是好好的摆一个你真的睡得舒服的姿势吗？哦，你说男生比较喜欢让他枕着手背，然后麻掉了，多多少少都会了啦，都会了。嗯，所以你有被人家枕？当枕头当到手背通通都发麻，有，那超不舒服的。陈汉典，飞镖拿来。你要跟我们聊你上一个涌入怀的女生吗？就是被你甩掉的那个，是不是？哦，差不多。你只要敢聊，我就射了。他有一个很感动的，你这题不错啊，非常好。我是认真的想问这题的。他有一个很感动的，就是
交往两年的嘛。对，他把人家甩掉，我们都知道，忘了。他就成名就立刻把他甩掉啊。秘密是薄幸男子，负心汉呢、啊？见钱眼开。他曾经很认真的跟我有了。好，我现在要问一题认真的跟电影有关的题目。好，哎、欸，电影来了。所以《恋爱通告》这部电影呢？嗯。你打算要在里面讲一些是真实生活中的王力宏对爱情的想法吗？也有啊，有，也有。比方说哪一件？这个避免不了了，因为自己的故事，自己写的故事。OK。所以有很多我在这么多年观察我自己的这个，因为杜明翰是一个歌星啊，一个明星啊，所以有些。我的幽默，我的讽刺，我自己的身份，还有讽刺这个娱乐圈 的喜剧成分。我听说剧中的女生有在对剧中的人物杜明翰猜测他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哦，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知道这个，注意到这一点。对，那一句是为我写的吗？不会，是你，我不需要你讽刺。是有那样的对白吗？有有，我们在预告片就有这一段剪出来，因为特别好玩，特别。因为你在剧中叫杜明翰，然后大家讨论说杜明翰根本不是喜欢女生，女生的对。因为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常常发生在你身上哎。曾经发生过，在这个节目也有发生过。有吗？有、啊。有问过这么没礼貌的问题吗？我忘了是谁啊。一定是你啊！你应该是为他们发声的。我们向来都是问没有礼貌问题，所以你说我们的问法是很直接，是不是？很直接。OK， 那你把它写在电影里面，意思是希望大家在问这件事吗？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是一个讽刺，一个笑点。所以力宏，你比较讨厌别人问你绯闻，还是说怀疑你是不是喜欢男生？习惯了啦，生气是生气，生气在里面了，可是，在外面还是可以应付得了。所以你生气《康熙来了》多久啊？有多久没来？三年，三年了。其实也是因为跟汉典合作了才来。他是和事佬，要不是汉典，你也不会来我们节目吗？如果说是的话 ，S 跟我现在就会离开这个现场，把节目留交给你了。这样离开现场，整个节目很难看的。所以力宏讲真的是因为汉典你才来重新。对，有一次我记得来这个节目，然后就不太高兴了。对，是真的不高兴吗？真的不高兴，可是唱片公司后来就没有来。不高兴吧？我后来连你本人都不高兴吗？大家都不高兴了。不会，我们还蛮高兴的。对，你不高兴。然后力宏那件事，你说你是上完就立刻不高兴，还是说我们节目把那个东西当成预告之后你才不高兴？我忘记了太久了，可是我记得就是之后发的专辑就没有来。对对。所以你是真的有在气我们两个，还是说只是气我们节目？不会，因为我知道就是风格就是这样子。那。艺人也有，来宾也有选择性，对，那就是要不要，你可以选择。所以这次是气消了吗？还是真的因为陈汉典你才来的？其实都有啊，我觉得汉典也是一个，他是为陈汉典的面子。我把节目交给他们两个好朋友。你们聊，我们真的。这样难看故意的，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讲这样话。不会是他要把我手机号码删掉，你还拦住他说，哎，不要删，不要算了，不要气蔡康永。先不要，先没有，没有这样，没有，真的完全没有。然后我是说，哎，所以耶诞节我收到王力宏的问候简讯，也是因为你先提醒他说，力宏要不要问候一下蔡康永？不可能啦，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被找去拍电影，然后你不劝王力宏说，哎，女主角可以找小 S？ 你有没有开过这个口？我有开过类似的口。请问多类似？我听听看啊，多类似？不是演女主角，就是演女八。你叫我跟你演对手戏，叫我跟你演对手戏，你是谁啊？不是因为你太忙了，你演女主角，对啊，没有空。好，我去忙别的事好了。这样不好看，这样不好看，这样不好看。走啊！哎，这样不好看，这边有，这边有，这边有。不是这样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剧中杜明翰就是你的化身吗？没有没有没有，
从来没有这样，从来没有说过。可是好像大家都这样解释，是不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遐想，有些猜测。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只有一些点子、故事的去放大，然后夸张化。对，毕竟是喜剧。好，我问完我的正式的题目了，那汉典，下一个题目有问，可不可以问一些有灵魂？加油加油！问出友谊，好，问出我们不知道的王力宏。为什么会？因为你跟菲菲之前也没有认识，为什么会想要找刘亦菲来当女主角，然后不找小 S 来当女主角？对，后面比较，他比较满意。因为其实他这算一个，这算一个问题了。前面我本想放，为什么不找小 S？ 因为 S 姐的演技我们以前也看过，真的是在哪里？哎，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豆导的那个嘛，你跟那个什么那个聂云大哥，对不对？不错，我想不出剧名，你就饶了他，你要把他逼死。就是我，我也知道 S 姐，我想看到暴毙，我真的不会。你为什么都不会暴毙啊？我身体好。有没有考虑过小 S 当女主角？不是这个戏了，或者起码大 S 对不对？大 S 有考虑过吗？因为要演大学学生 ，OK。大 S 太老。喂，这话也只有你应该讲吧。冷静，空调开一下。我可以看一下冷静。因为大 S 跟刘亦菲的气质，我觉得这个是导演必须回答，因为这个。本来就会被问到为什么不选别的女演员。当然，当然最重要的是符合角色，所有的出发点，包括陈汉典，包括刘亦菲啊、陈冲，都是符合角色。我觉得选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你选中刘亦菲的重点是因为，她是一个样子就很像会去，现在在2010年就可以真的去学。主修古筝啊，就是现在什么样子的小孩子会去主修？你说他有古典气息，对他弹起古筝，你就会觉得非常像，而且有说服力，而且有一种他的美啊，他的漂亮，是不是就是他不化妆就已经很漂亮，很素颜的样子就很漂亮。那我想要做一个大明星的世界跟古典音乐学院的世界的一个反差。所以在拍摄期间，你都没有不小心喜欢上他吗？还蛮喜欢的，可是不是，应该不是你说的那种。也有跟他传简讯吧？有啊，我跟汉典也有传简讯。对啊，都有。我们都变得很好的朋友。刘亦菲看到你的时候，有露出那种整个眼睛都发光的样子吗？我不是说在电影中哦，就是你第一次跟他开会啊，什么时候？没有没有。他有一只好像要尖叫。他蛮震惊的。真的、啊？就是很严肃的人。他蛮认真的，他是一个很认真的演员，所以你这边唯一的时候，她有觉得好笑吗？没有，好像没有。等于她不是一个很容易逗笑的女生。她这样唯一的时候，片场大家都要捧场的大笑。没有，一开始是所有剧组都在唯。对，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她在干嘛？为什么一直就我一个人在那边？后来每天开工的时候，就车子到了，然后摄影师在那边。真的，全部的人都我不懂哎，因为康熙有教你围吗？我们两个没有这样啊。那个是比较复古的，比较。而且这个围好像就是在拍恋爱通告，就是你他才开始做，对不对？比较才开始变成他的标准动作。这是很古老的，对，就是跌倒这件事情是很古老。这是以前秀，他什么都跌倒啊。可是请问围要用在什么点呢？就是。譬如说在那边，因为我在片场都会讲笑话嘛。那我讲完笑话之后，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喂，这样。你可以表演一次。好啊，就我在片场最常讲的笑话，就是说有两只老鼠 ，A 老鼠跟 B 老鼠，然后 A 老鼠我演一个老鼠，我演一个老鼠，因为我见过太多次了。他是 B， 我是 A， 然后我就拿出照片，哎，看一下，哎，这是我新交的女朋友，正不正？什么正不正？这蝙蝠啦！哎，你懂个屁啊，人家是空姐。对，王力宏，你导这个戏真的因为工作压力太多而变瘦很多吗？瘦很多啊，好像有，就是周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好像导演变瘦，要不要吃点东西？然后在那边一直看监视器啊，一直在打灯啊、摆机器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而且又要演又要导，所以就忙来忙去、跑来跑去。有累到骂脏话吗？就是累啊，真的很累，在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就差不多睡最多四个小时。然后你这样子之后，以后还要导？当然如果观众喜欢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拍片的过程中有想过说我干嘛这么搞得自己这么累啊？像我看到汉典就靠一个位置，我就觉得说
这很过分，真的很过分，我们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可是我还蛮乐在其中啊，可以把很多很多很我很欣赏的人才都聚会在一起去做一个我认为好看的电影。所以导的时候，你最让你烦恼的事情是，比方说，常常镜头摆出来就是不是你要的那个画面吗？不会，不会，因为李平斌大师 ，OK， 太棒了。所以那会让你比较烦的事情是什么？是最让我烦的事情就是时间，还有今年上海的冬天太冷了。然后我们所有穿的衣服剧中是春天的衣服，所以不能穿很厚。是，可是明明是在下雪，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导演有时候很残忍。像刘亦菲那时候已经在发烧，然后她只能穿很少衣服，然后全身都是贴暖暖包，然后拿着一壶热水，然后我要让她站在户外，这样在下雪，从晚上6点到早上7点，站了一整个晚上，所以。小女生才22岁，然后要让她这么辛苦。所以陈汉典是在那种情况下拍戏吗？有，他有啊。你没有那么没有这么冷，没有那么冷。没有，我没有遇到下雪，但是有很冷的，大概接近0度。那你怎么没冷死啊？我怎么连大自然都吓得死你？拍个戏有需要牺牲生命去拍。刚刚力宏在讲拍戏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康熙真是有史以来很少这样认真访问过别人，让他们讲他们的作品。谢谢，就是太好了。所以你们在棚里面其实是很舒服的，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很舒服啊。可是其实我去拍戏的时候，我也觉得当歌手很舒服。对，主持人很舒服。对，歌手也我觉得哇，好幸福啊！录音棚啊，或者演唱会，你又可以直接看到歌迷的反应。对，拍电影你永远看不到观众的反应，对，因为你不在戏院嘛。除非我伪装自己，然后混进去。你接下来恋爱通告上片以后，你就要开始去躲到电影院去看观众。就会你会做这件事吗？我觉得我会，应该要，我一定会。可是万一你里面的笑点，因为你没有伪装的话，那观众都在王力宏来了，他在后面表演给你看，那就对，然后他们就给这一张很经典的扮相，而且那个陈汉典曾经模仿过你这个造型出现在康熙里面，大受好评。这个是你的易容术，是剧中那个杜明翰的。就是化妆术之一，是吧？对对，就是一开始，我们找了我们业界最火红的造型师帮我们设计量身定做伪装的造型，然后就发挥的非常过头。郭大师就是由谢娜来演 ，OK， 谢娜就演得很精彩。所以那个造型师就帮你做这个是我们其中一款，最后决定郭大师帮我们设计 ，OK， 可是。据说王力宏，你在生活中真的会易容吗？我会。可是是会这么夸张吗？你有戴假胡子易容过吗？有。你贴了胡子，别人就认不出来是王力宏？认不出来。哪一种胡子？不要给我那个东西。我怎么知道我想要给你？是真的很自然的。很自然的胡子，对，我有大大小小的都有。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怎么戴这种东西，因为你个子高，你这个挡不住。基本上这个乔装是会在交通的过程当中产生。你上飞机以后就把它贴起来。对对，类似。那应该会被下一个海关逮捕。你们这个打扮会有一段音乐的表演吗？啊，有啊，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考进去那个音乐学校的时候，我们有要透过面试。你要不要干脆拿掉算了？拿掉算了。你们两个一起去考？对，一起去考。所以你在戏中是会音乐的人，吉他之神啊，在戏里面。还再说一次，你在戏里面是会音乐的人哦，算是蛮擅长的。擅长真的。OK， 那可是戏外就不会了。戏外其实王力宏有逼你要玩音乐吗？有，教我有练一下。我如果问那个陈汉典说，你觉得？你在这部戏演的比较好，还是孟佳？你觉得他会回答什么？我觉得以他官腔的程度，他一定会说两部电影都表现出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他如果这样回答，你就要射他，对不对？所以陈汉典这一部《恋爱通告》跟《Manga》这两个角色哪一个演的比较好？直接射我好了。我讲出你的答案了吗？对啊，其实对啊，真的是。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到这段你跟王力宏的表演是你是假弹琴，是不是？也不是这样讲啊，我有练过啊，我有练。你会弹出我们完全没有替身啊，完全没有替身。所以你说你现场可以弹出声音来？可以啊。那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你们合奏之前，你可以先弹一点点给我们看吗？不是，但是你不是说是有
吉他之神吗？有啊，但是就是说我要比较跟他合作，那个默契才出得来。吉他旁边就有一台吉他，一把吉他。我要跟他合作，默契比较出得来。我们真的很荣幸可以听到吉他之神的演奏。真的耶！这很棒。拜托，点亮我的人生，快点。因为我在里面，因为这个叫中阮，这个乐器叫中阮。哇，好有学问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在你想要跟我表演之前，你想要跟我合奏是不是？对，我是觉得要先解释一下，要先，因为杜明翰是大明星啊，是一个歌星嘛，所以他最好的朋友，应该就是会就是他的吉他手嘛，对，就是一定是最厉害的吉他手，一定是最顶级。那为了要混进这个国乐系的话，他就吉他就变中阮，对，然后我就变二胡，就变二胡，所以我们不如我们就演奏那一段，对，二胡从电影里头的 ，and。为什么你在弹中阮的时候，手指跟那个弦有一段距离呢？你好，因为我看到是，你知道很距离蛮大的。应该是用气功在对气功，这个是可以说是算最高境界。对，就最对。因为离好远，可是都还是有声音哎。对，而且声音还蛮大声。对，而且那个点都蛮准。所以你把你觉得我瞎了？你在生活中本来就会国乐器吗？蛮多国乐器。什么时候学的？像二胡就很早就开始了，因为二胡跟小提琴很像。那为了这个电影，就刘亦菲弹古筝，所以我也学了古筝。然后汉年中阮我也学中阮。曾轶可是学扬琴，所以我也去学扬琴，因为我要为这些乐器去写谱。那个中阮是你也真的会的乐器啊？对。所以它其实弹起来是什么声音？就是刚刚那个声音啊。汉年，你借过来让他弹一点点声音给我。应该是把中阮弄坏了。还蛮好听，好特别的声音哦，有点乡村音乐，对，对，很乡村的。嘣，哎，比吉他之前弹的好好多哦。所以你是也可以用这个，然后演奏你的歌，自弹自唱，就是别有一番风味，对不对？怎么会变？有演唱会，拿出这个来做，可以流浪大淡水。刚刚谁准你唱的？不是，就是有默契，知音嘛，还不错啊。不是爱情，对，知音不是爱情。所以你有从王力宏那边学到什么吗？啊，我觉得学到一个人非常认真的态度，真的。那你为什么不用上呢？我一直在使用。王力宏有试过弹吉他？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有多少爱情吗？应该一开始入行，为什么我会写歌也是就这样子啊。写给女朋友听。写给喜欢的女生，然后唱给喜欢的女生。这一招永远都有用吗？这一招比写情书好了。所以你现在还在？你现在还是用这一招哦？有段时间没用了。就是上一次用，就是拥着入怀的那个女生吗？你
要不要听听看啊？是不是要我要先问一个问题呢？觉得不好再没有，已经没时间了，没办法浪费在你身上了。对不起，你是要演？你今天问到一个不错问题，应该已经用完你所有的脑容量了吧？你人生已经就是巅峰了。其实我后面还要准备几个。真的吗？对，你还有问题？你看你们什么时候要 Q 过来？你再问一题，我听听看。好了，对。就力宏，因为我平常看你在拍戏的时候，你的脾气都很好，嗯，都笑笑的，然后每天都是那种充满活力，嗯，你有没有哪一天是真的生气？就是说，谁惹你生气？嗯，有没有是真的生气？但是你不是讲过问题，你知道问几遍呢？他有没有生气？问了两遍。而且你有看过 S 跟我问人家说你在片场脾气都很好，每天都笑笑，我们会这样子吗？每个人的那个风格，你就不能冷静的问这个问题吗？因为你们大家在看，很紧张嘛。可是是一个好问题啊。OK， 你是逼自己每天都要笑笑的吗？还是就也是十几岁，我们都十几岁出道，所以就有那个养成习惯了。是对，在公共场合还是会不要失控，不会失控。其实真的导演失控的话，我觉得也会浪费很多时间，嗯，也会失去判断力，因为你必须要就像一个船长，你要能够一直开这条船。嗯，没时间就 game over。 所以如果快失控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让自己冷静下来吗？会躲到角落里面去偷偷？我最近啊有一招我觉得蛮管用的，就是躺下来，平躺。平躺，我就躺在地上。你说在片场也这样吗？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会了，就是最近学。平躺。对。然后跟谁？又不好，就自己平躺吗？你是说如果你在康熙，然后我们问了什么问题让你生，问了不要再玩围了。我们问了什么问题让你生气，然后你就可以用平躺这招来抚平你的怒气，是不是？不只是怒气，就是一种放松，冷静下来。对，冷静下来，然后让自己就是回归一个很和谐的状态。那今天结尾就让他表演平躺吧。OK， 好。所以要问一题让他生气吗？可是万一这一题，搞不好这一题他会很乐意回答啊。不可能，你的问题怎么可能让他乐意回答？你干嘛打制作人啊？怎么就直接打到制作人啊？砸得好准啊！好了，恋爱通告已经要上了，然后力宏说会先开一场，邀请好朋友去看。对对对。所以力宏。来了，问题来了，我知道要问什么，我好害怕。哎，如果我直接躺下来了，应该是这样的。我试过。啊耶！力宏，你会邀阿妹去看吗？舒服，舒服啊！后面冷，后面冷，要不要再来一个名字？那你会邀？不要盖这个被子。你会邀舒淇去看吗？没事终于剪到一个段落，反正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在电影里面看到他的成果。另外，他的新专辑也是在八月份要推出吗？对，差不多同时。所以我们有这个荣幸。其实这次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是就是把三个我在我生活中很热爱的三角形的不同的媒体，一个是演唱会，一个是电影，一个是唱片，是三个在我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东西，把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把这个。能量都结合在一个夏天，因为电影里面也有出现很多新歌，然后专辑里面也出现很多国乐的元素，然后演唱会也是跟电影的画面也有很多很相似的关联，所以我想要做一些让大家耳目一新的作品，新的尝试。好，那今天康熙来的结尾，我们就请王力宏展现一下他新专辑里面的歌曲。这是我新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的第一首主打歌，叫做《柴米油盐酱醋茶》。小时候，你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带我环游世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在蓝天白云中穿梭。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
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路机，和你一起录像，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家，有了你什么都不差。专辑都成功，谢谢，谢谢，谢谢，希望看你的电影成功，谢谢。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